般的卡片绑定五倍券会有600元回馈。冲着五倍券绑定优惠，不少民众赶快跑到邮局来申办 Visa 金融卡，但后来却发现自己没搞清楚使用方式。有民众用邮局的 Visa 卡来绑定五倍券，但后来发现里面一定要存有5000元才能使用。原来民众没看懂规则，以为会直接汇5000到账户，就在脸书发问，不知道怎么用，也不能改纸本，还贴了多个哭哭表情符号表达后悔心情。不少网友纷纷解答，金融卡就是户头要有钱才能消费啊。哦，我以为就是登记他就会给，对吧？就不知道要什么钱。对，不知道先花5000块。悠游卡逼一下，搭车购物都方便。悠游卡打出在网购通路用悠游付消费，满10000送1000元回馈金，最高可立即回馈2000元。但就发现有 bug， 因为只要拿到2000再退货，就不用花半毛钱。不过悠游卡公司已经紧急修改，消费7天后才会送回馈金。秋秋修改游戏规则，悠游卡公司也回应，之前只是说明不清楚。今天你去消费，你会觉得自己会斟酌吗？那如果你像你说是绑在手机，你要想说，如果我量没有很多的话，是不是就很可惜？我喜欢用纸本，朋友传给我都不会弄啊，所以我嫌麻烦。就怕搞不清楚状况，不少民众还是等纸本，因为像是夜市就纷纷推优惠，宁夏夜市可以用200元换250元餐点，500元可以换550元，士林夜市五倍券通通能找零，怎么领最划算？民众还是得评估自己消费习惯。曾义雄、陈昭轩台北报道。